妈祖宫的妈祖文化祭的祈福绕境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妈祖生三月农历三月二十三号的前一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举办。我们绕境完呢，哇，就是妈祖生正日那天有祝寿的活动，然后再过来五月四号当天有白米的发放，就是针对低收户的白米发放跟免费的地检服务、剪头发的服务。作证真的是三十六杯都圣杯，后来我就后来妈祖又跟我讲说，那我带你去我们的宝地。我说妈祖啊，这块地是谁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知道我也没有钱可以买啊，因为那么宽。这个地主听到了，他又跑到我那边去，他说这个地是他的。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原因啊，后来这个地主说，那好，如果你需要用这块地的话，那我无条件给妈祖用。这个真的就神机了。一步绕境正式启动。玉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臭豆腐、玉里面，再过来就是赤歌山的金针花，然后我们玉里往南一点点也有安通温泉，也蛮多旅游的景点，欢迎大家来玩玩看。
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地的一个信仰文化，我觉得在信仰文化当中可以给孩子很多的正面教育，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分享，第二个是在信仰的力量下的彼此尊重。对，然后我也很高兴我的孩子很乐于分享这件事情。谢谢，请大家慢用。你们去年做什么？有拿土？今年有拿土吗？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平安健康，平安健康。